30件，日本高级牛人发明的五金工具，日本老师傅都在用。第三十名，第29名，这样旋转就可以打开，反过来就可以锁定。这是一个连接紧固扣，安装到平开门窗上就可以使用，半圆形双锁扣设计，方便又实用。第28名，家里有角磨机的，只需安装一套这样的小配件，咱们的角磨机就有了新功能，拧紧固定螺丝，装上出风筒，角磨机就可以当成鼓风机使用，再装上吸尘软管和垃圾袋，角磨机就变成了吸尘器，除尘吸尘特别方便。第27名，26名，有了这种魔术套筒扳手，各种型号的扳子就都不需要了，不管螺丝大小它都能搞定，带有机轮正反转，不管你是搞安装还是拆卸都非常省力，也可以加持在手电钻上使用，非常方便。第25名，24名，以后打孔扩孔再也不用带那么多钻头，有这一把就够用，一把锥形绞刀，采用金刚打造，特别的耐磨耐用，不管金属木材都可以用。第23名，第22名，这是款新型的电焊罩，不用手拿，也不用戴着头上，只需要加到电焊把手上，角度可以任意调节，不管是电焊还是压弧焊，可以看清楚焊点，另一只手可以很好的抓住焊键。第21名，有了这个扳手，家里面的水管在漏水就不用着急了呀，只要用这款专用扳手一拧，严严实实，而且它还可以两面实用，拆卸下来掉个头，还可以拧圆管，非常的合适，不吃饭也要备一把。第20名，可以用一辈子的记号笔，各种缝隙都能轻松深入标记，防水速干，标记更准确，随身携带很方便。第19名，如果你有手电钻，不管用电钻干什么活，都备上这套小套筒，各种型号都有，都是常见的规格，安装拆卸搞维修，快捷又方便。第18名，暗盒螺丝坏了千万别砸墙，咱有小妙招，使用这种绝缘的底盒修复器，先固定到面板上，把它放进底盒里，拧紧螺丝，越胀越紧，这样修好比新的还要结实。第17名，想要给木材翻新雕刻打磨，就使用这款打磨磁盘，一体制作而成，安装在角磨机上就可以翻新雕刻打磨木头了，你看使用起来是不是方便又实用呢？第16名，以后维修拆卸拧螺丝不需要带一堆扳手了，就准备一把双头自适应眼镜扳手，8到22它都能搞定，使用时会自动适应螺丝大小，拧螺丝不需要倒手。第15名，这是一种神奇的隐形防水胶，专门解决外墙窗户渗水、瓷砖裂缝漏水，施工很简单，打开直接刷，干了以后会在表面形成一层透明的防水膜，耐高温、抗严寒、滴水不漏。第14名，想要开孔，不管是金属还是木头，这一盒就够了。宝塔型钻头专门针对金属，4到32的孔，一只钻头就都解决了。锯齿型钻头可以横着跑，什么形状你随意。第13名，现在用方管搭棚子，搭架子都不用焊接，就用这种不锈钢式的连接件把管子插好，拧紧顶丝就固定完成。而且型号非常多，2通、3通、4通、5通、10字通，可以组合使用。第12名，固定木板衣柜可以使用这种不锈钢加厚角码，安装简单，强度高，不变形，螺丝不外露，结实耐用，还不生锈，各种型号都有呢。第11名，家里的衣服太多没地方放，千万不要扔，就在你家的衣柜安装一个这种不锈钢的卡后，上面放一根管，就可以在上面挂衣服，阳台装上一根还可以晒衣服，浴室里装上一根可以挂毛巾，推荐。第10名，干了一辈子的木匠还是头一次看见这种形状的角码，它能同时在三个面固定，不管是柜体组装还是拖把固定，用上它强度都是杠杠的。第9名，安装水龙头还在缠传统的生料袋，繁琐又费时，你看这个发明怎么样替代了传统的生料袋，垫在里边，这样拧紧就可以了。电芯是环保又安全的硅胶材质，这样无论是安装还是用水，既安全又方便。第8名，第7名，第6名，给家里的菜园、大棚浇地灌溉，就使用这款洒水器，不用电，不用气，不用油，全靠出水的水力来旋转，再也不用人工看守了，使用又方便。第5名，如果没有养成随手关门的习惯，那就安装一款可以定位的自动关门荷叶门，这样开着安装，固定好门框这边，然后再把门关上，固定好门这边，门开到这个位置会自动定位出门，关门的自动荷叶就会给你想着把门关好。
第四名，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有才，发明了这种防晒网固定专用卡扣。卡扣式的固定方法结实牢固，轻轻一按就可以快速固定，然后再穿上绳子，就可以把防晒网拉伸得非常平整，无论是户外野炊还是家用遮阳避暑都能用到。第三名，这是一款美式多功能台虎钳，在加工制作东西的时候可以使用。这款高硬度台虎钳可以用螺丝固定在台面上使用，加持范围特别大，用途广泛，机械、车工、技工维修都可以用它，非常方便又好用。第二名，家里的水缸放爆了，又被媳妇臭骂了一顿。想要时刻有水，可以安装一款全自动的水位控制器，不用电，不用气，不用油，水滴与控制器就会自动补水，水到达设定高度就会停止放水，缺水补水，水满就停，非常方便。第一名，带有自锁齿轮的紧绳器，以后咱们捆绑固定货物就用它捆带啊，非常的结实牢固。想要松开呢，按住这个按钮，你看这样轻轻松松的就打开了。